文上这挂美丽作品是新营高中第28届美术班毕业的创作，目前当地新营文化中心第三画廊刚刚艺馆来展出。这展览的主题叫做“制裁17余年”，16位学生参展，总计展出72件精彩作品。这一次这个总共参展的作品呢，有73件，16位的学生这个制作的。那这一次的这个作品里面呢，包括有这个油画了、水彩、书法，还有篆刻，还有一些多媒体的这个作品。本次展览的内容丰富，包括着漫画、书法、水墨、复合的媒材等等，学生运用各种的艺术的手法来创作，将家己高中三年的青春融合伫个作品当中，呈现每一位学生心中17岁的模样。17岁那年是我第一次画油画，然后历时了5个月。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老师一直在旁边鼓励我，所以也让我在画中慢慢的找回我的方向。然后17它代表的是一个介于成熟和未成熟之间的一个模糊的地带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就命名为17。这幅画创作理念其实就是想表达我小时候的生活跟心情吧。然后蝴蝶的话是因为蝴蝶就是在我这里有点向往自由的意思，所以就是希望蝴蝶能带着我的心情，然后飞往自由的国度，就是希望我能解脱，对，就是跟自己和解。美术班的导师表示，毕业展是学生三年来心血，邀请民众来看卖啊囡仔学习的成果。展览期限到5月22日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观。南天新闻王伟第一新闻采访报道。